今天是2024年的3月10号，礼拜天。奶奶在这边穿着厚厚的大外套，老鹰的战斗机的。然后姐姐她穿短裤。奶奶拿来一片卫生纸。奶奶，擦嘴巴。奶奶，姐姐，你没有叫阿昼？阿昼，大声呐、啊！阿昼，啊？啊？破鸡两个腿根。买了，还未吃完的啦，啊，未吃完的啦。用啊！啊，未吃完。啊，未吃完，你腿根断了没啊？买了，害了，害了。